请掀开经本第39面，从倒数第三行看起。佛有无数乾闼婆王，所谓持钵乾闼婆王、树光乾闼婆王、净目乾闼婆王、花冠乾闼婆王，前面讲到此地啊，那么这一段是持钵天王。这是四大天王，东方天王，他所统领的这些鬼王，当然也都是诸佛如来示现，绝不是真正的鬼王啊，有能力参与华严海会。那么用这个身份来代表第八回向，第八是真如回向，所以持钵乾闼婆表中道啊。前面呢给诸位报告过，第二位表树立光明，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一种类的建树，都是高度的智慧。一高度智慧，表高度智慧，第三尊净目乾闼婆王是以净眼来观察，因为回向这一章里面，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要把服务的工作做好，观察就非常重要。这是用智慧来观察。第四尊花冠乾闼婆王，花冠是表庄严，花如本经经题所说，杂花庄严，冠通常都表第一。我们常讲的是最庄严的，最庄严并不是色彩缤纷的花朵，而是你的德行。佛常常以花代表阴性，故情不利阴性的，也就是说，等觉以前都要认真的学习，认真的修学。成了佛之后呢，依旧不学阴性，不是说成佛之后了
就什么都不要做了，不是的。成佛之后，你看看《华严经》，我们从头读到现在，后面还有很长。我们看到这些神众、天众，都是代表六道众生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他都在做，从来没有停止过。那就是说，成佛之后也没有舍利因行，因地上所修学的，乃至于初信为菩萨所修的，都没有舍弃。这个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即一切，任何一位，我们说任何一位，诸位很难懂，那个位是菩萨的位次。我们落实来说，任何一个众生，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圆满的华严行。在华严经上讲的普贤行，普贤行就是华严行的华严菩萨了。谁是你读了这个经，明白这个道理，依照这些方法去生活，依照这些方法去工作，你就是华严菩萨，你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不在峨眉山啊，峨眉山那是教学的象征啊。人人皆是，很可惜我们没见到。什么时候你会见到呢？什么时候你真正修普贤行，契入普贤境界，你就见到了，然后才恍然大觉，原来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在修普贤行。这就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我们现在见不到，正是因为自己迷而不觉。过失是在自己的迷情没有能够卸掉。我们讲台上常说啊，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能舍掉啊，舍掉你就见到了，然后你才能体会到华观庄严的意趣。那么这种庄严就是经题上讲的杂花严师，已经的法师把这四个字省略翻成华严，华观就是华严，华观庄严。这个名号里面充满了真善美慧。
自自然然圆满了，法喜充满。慈悲方便，遍及虚空法界。希望我们细心体会名号的表法。再看下面第五阵，普音前他佛王。普音化众，普这一个字里面就具足四种无碍辩才。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慈悲普啊。清净的慈悲心，平等的慈悲心，面对着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里面不仅仅是有情的，无情也包括在其中，显示出究竟圆满的爱心。对人、对善人、对恶人、对圣人、对凡人、对顺境、对逆境，平等的爱心，绝对没有差别。这个才叫大慈大悲。所以佛家常讲，慈悲为本啊。那么普音就是方便，为一切众生说法，说法一定要契机，菩萨有能力遍其九界一切众生的根基，这个意思都在普所以普这个意思含义深广无尽啊，因这个字一佛如是，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更应当以慈悲化音，觉醒一切众生。唤醒社会大众，舍弃不正常的想法，舍弃不正常的看法，先求的心理的健康，然后我们这个生理才会健康啊，社会世界也就健康。怎么样来推荐来接受呢？无过于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就是教导我们真正健康的思维，
健康的想象，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整体的社会，变法界众生来说，有真实的利益了。所以我们看到普音前他破瓦德号当中啊，就警觉到我们在今天不但要自己认真努力的修学，还有义务将殊胜的佛法推荐给别人，介绍给别人，只要有人喜欢听，只要有人欢喜学习，绝不可以吝发。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吝发的果报是愚痴啊。第六尊要摇动妙目前他佛王，前面第三位有静目，这个第六位是要摇动妙目，诸位想想，他这个是表什么意思？他的言妙，妙在哪里？言能传神呐！不要说话了，他眼睛会说话了，那才妙了。言能传神，那摇动啊，动众啊，它上面一个要字，就是欢喜，正显示出四无碍辩才里面。要摄无碍辩，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这个意思了。欢喜帮助人，欢喜教化众生，而且教化有很好的效果。这个效果就是摇动，确实能动人心弦呐。这是说教化的效果。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总不外乎佛家讲的原则，慈悲方便。这个是我们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大家了。慈悲方便，诸位都知道啊。你有没有做到？知道没做到？为什么没做到呢？说实在的话，你那个知是含糊笼统的知，并不是真的知道。真知道你一定会做到。为什么呢？这一位前他婆王他做到了。做到就是他真的知道了。
所以他才能做到。慈悲是爱心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关怀别人，爱护别人，欢喜帮助别人，这个心就叫做慈悲心了。别人除自己之外都是别人，而且这个关怀爱护帮助是平等的，没有倾诉啊，没有好恶啊，这个人跟我是亲戚，我帮助他，他跟我没有亲疏关系，我对他就薄一点了，这不是慈悲。所以没有冤亲的这个念头，你才平等啊。一切众生赞叹你，尊敬你，你爱护他，照顾他，帮助他。另外一个众生毁谤你，嫉妒你，陷害你，你还是同样的关怀他，爱护他，照顾他，这叫平等。虽然爱护一切众生，心地清净，绝不染着，凡夫心不清净的染着，《金刚经》上讲的着了相，着相不清净，不清净当然不平等，所以清净跟平等是一桩事情。心地清净一定平等，心平等一定清净。那么换一句话说，从清净平等心里面生出来的爱心，这叫慈悲。以这个心为本啊，干什么呢？帮助一切众生。那帮助众生就是善巧方便。善巧方便里面，我们可以说是第一方便，无过于见闻啊。见是眼，闻是耳，我们今天帮助人也离不开这个原则。赠送经书佛像是叫他看的，讲经说法是叫他听的，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原则。前面普音是说法了让他听，此地摇动妙目是请他看了。一切众生当中根性个个不相同，在我们这个世间大多数人耳根最利，但是也有少数人眼根很利，
我见过，他看东西比听东西清楚。啊，喜欢看，不喜欢听。那么对这一类的众生呢？这个第六尊天王啊，就对他产生很大的效果。啊，摇动妙物。啊，在见色当中，他领悟，其如境界。这个例子，在中国古代宗门教下都有。见色而开悟，都是属于这一类。佛菩萨摇动妙物，这个意思很广，不一定真的是用他的眼，他借我们的眼也行啊。而且常有的事情啊，我们在境界里面观察境界，忽然有了悟出来。你这个眼根对外面的色境，这个色就是眼根所对的这些这个现象，都叫做色尘。色尘是摇动的，能在这边领悟就见性。从色尘里面见色性，这个叫妙悟啊！所以这个名号里面的含义很广，决定不能从一面去看，你要从面面去观察，去体会。第七尊妙音狮子闯前他破王，前面有普音，着重在普遍，着重在平等说法，此地加上个妙。你看看前面一位是妙目，这个地方是妙音，跟前面意思就不一样。这个里面具足高度的善巧方便，才能够劝导一切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佛说法的法音，这里面包括他说法的理论、方法、意趣、境界，都在这个音字里面。妙是巧妙到极处了，甚深难明之理呀！他的言辞很巧妙，能够用很简单的几句话
让人体会甚深的道理。这个说法了就妙。虽然举足巧妙，同时又不违背真理，这叫善。所以他的说法才能够动人心弦，才能够令大众欢喜接受啊！句句话都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这是善。四子床是比喻，四子比喻威猛有力，他的说法无论在理论、在方法、在技巧、在境界上非常有力，床标高些，他的说法很高明，很显著，让人听了之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误解，不会被人听错。他有这样的能力啊，回向十度众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帮助大众，这种能力必须要有。可是这个话说的容易，真正要想得到这个能力，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么在佛法上说，至少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啊，你才有这个能力啊。凡夫之人，包括十法界里面这些三乘圣者都达不到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以真诚心求感应的，不仅仅是登台说法，要求三宝加持，在平常生活当中，与人交谈，劝人学佛，也要求佛加持。求佛加持的心，求佛加持的愿，绝没有中断的时候啊！然后你自己才真正能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佛法之中，生活在诸佛如来大慈悲之中。也就是说，你时时刻刻念念之中都得到一切诸佛如来的护念了，
得到诸佛如来的爱护帮助啊。刚才说过，诸佛如来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求啊。佛家常讲啊，有求必应，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恳求就有感应，你不求就没有感应了。一念求，一念感应，念念求，念念感应，这个道理太清楚了。太明白了。那我们求为什么不能感应呢？我们求不如理不如法。所以就没有法子感应。那要怎样才叫如理如法？你用真诚心求，清净心求，平等心求，就如法了。那么我们现在最困难的，心不清净，心不平等啊。面对一切芸芸众生，心里有高下了。我比别人高啊，别人比我总要差一点啊。这个心就不行了，就没有感应。念念还有自私，还有自利。你的感应就没有了。我们要求一切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必须把这个障碍要去掉。不平等的念头去掉，不清净的污染去掉，然后才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个要紧啊，这是真实利益。我们在讲台上天天劝，常常劝。为什么这样做呢？天天劝，常常劝，你还是不肯舍分别执着吧？你还是不肯放下自私自利吗？那有什么法子呢？那只好天天说了，说一千遍，说一万遍不多。你没放下吧？念佛也不相应的。所以真正关键呢，就在放得下。念佛如是，参禅也如是，学讲经还是如是啊。你放不下，这个经里头的意思你看不出来。你看到这个经文字字句句都无量意，没什么本事啊。你放下你就行了，这个里头没有人专利的。不是说那个菩萨罗汉看的意思就多，我们凡夫看的意思就少，
没那回事情。菩萨罗汉是放下的多，他看的意思多，我们放下的少，看的意思少，差别就在此地。我们如果多放下一些，那给他们看的意思有什么两样？问题在放得下了，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身心世界，齐心动念，为社会，为人民，为一切众生，这个经本展开无量意。修行修什么？就是修的这个东西。然后你的色相就是摇动妙目啊，你的音声就是妙音四字床啊。由此可知，真正关键，自己不认真修行，怎么行？我们每个同学都知道自己业障很重，念念都求着消业障，你的业障为什么消不了？你要把那个原因找到啊！找到之后，把这个原因消除，你的业障就消掉了。如果你不肯找你的毛病，不愿意改正你的毛病，你的业障永远消不了。不但消不了，还要增加。有一些人坚固执着，这种人非常可怜啊，做错事情不承认，还要把责任推给别人，这种人在佛经里面叫一禅体。一禅体是印度话，中国意思断善根的人，这个人善根断了，没有善根，佛来了都救不了他，没有善根。什么有人有善根呢？知道自己有过失，肯改过的人，这个人有善根。所以过去曾经有人问我，开悟是什么意思？佛门里面讲开悟啊，这个术语好像很玄呢。我说开悟这两个字很简单。什么叫开悟？你自己知道你有过失啊，就开悟了。不知道自己过失是迷呀。知道自己过失啊，悟了。你天天反省，天天检点，每一天知道自己过失，你就天天在觉悟啊，即小悟就成大悟，即大悟啊就成彻悟啊。你不知道自己过失怎么行啊？知道过失啊，立刻就能改，这叫修行。修行是
修正自己的过失。人哪能没有过失？给诸位说，等觉菩萨还有过失。他那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就是他的过失。等觉菩萨还知过改过，何况我们？佛法、菩萨道没有别的，简而言之，就是知过改过而已呀。真正改到自己无过可改，确实没有过失了，你就成佛了。佛的果位上就是没有过失，菩萨有过失，阿罗汉有过失，辟支佛有过失，只有原教的佛果没有过失。诸位想想对不对？从初发心到成佛，没有别的，天天反省，天天知过，天天改过。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来学习。过失无量无边，不仅是起心动念啊，我们在生活上从早到晚犯些什么过失，工作上犯些什么过失，处事待人接物犯了些什么过失，佛法修学上犯了些什么过失，过失真的无量无边。可贵的是自己能够发现，自己能够觉察到，平时很不容易觉察，到念佛堂念几声佛号，坐下来止境，就发现了。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觉悟？你在那里一止境啊，妄念纷飞啊，那就是你的过失啊。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妄想啊？还有一类，这一坐下去打瞌睡，睡着了，过失啊，昏沉啊，昏沉是无明。你想想看，你的生活不是生活在无明里面，就是生活在妄想里面。你看这个过失多严重。那么这些过失在佛法里面把它归结到总纲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他也出不了这个范围啊。所以我劝导同学，我们在佛法修学里头要想在一生成就，一定要记住一个大原则、大前提。
念佛堂堂主啊，常常挂在口上的。身心世界一起放下了，我们自己顾自己都顾不了了，还有什么时间去顾别人？这是跟你讲真话了。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时间非常短暂啊。无论是世法是佛法，你要想成就啊，我也常常给同学们讲，你一生当中一定要有一个方向，要有一个目标。你的一生呢才会有成就。如果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的一生决定空过啊。你确定方向，确定了目标，其他的都不要管了。我是在26岁，方先生指导我这个方向，把佛法介绍给我，我听了欢喜啊。而后亲近张家大师，决定目标啊，就发心专干了，专修专口。所以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10年，我10年只有一桩事情，跟他学讲经。除此之外，不闻不问的。为什么？与我不相干嘛。我问他干什么？我只问这一桩事情，只把这一桩事情做好。我学成之后，到台北讲经，遇到韩馆长，他帮助我30年了，帮助我什么呢？帮助我不要离开讲台呀，我就求这么一桩事情啊。他这个做到了，我30年没有离开讲台，每一个星期至少讲3次。有一段时期大概有3年的这么长的时间，一个星期讲36个小时，上午下午晚上都讲啊，那是年轻啊，有精神啊，有体力啊。我记得好像我是第二次到洛杉矶的，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每一天讲9个小时。洛杉矶还有老同修应该记得，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我站在讲台上讲，下面人坐在那听啊，他坐累了，我站的不累啊。那么这种精神体力就是一个摄受力，所以学讲经就是讲台啊。如果说没有讲台，没有听众，那搞什么？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管了。我跟韩馆长相处30年，你看，我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什么都不管，只要他常常照顾我，
给我找讲经的场所，啊，照顾啊，听众，我就很满足了，我就很圆满了。啊，也就是说，只要把这个自己方向目标抓住，其他统统放下，我们才能成就啊。谚语里都常讲啊，做事难，做人更难啊。你能跟一个人相处30年，谈何容易啊！啊，一般夫妻3个月都吵架了，3年恐怕都要离婚了。什么原因呢？彼此都想控制对方，他怎么不打架呢？他当然会打架了。啊，我跟馆长相处30年时，我不控制他，他也不控制我。啊，只要你把讲台给我准备好就行了，其余的全是你的，绝不过问的。啊，所以我有时间读书。啊，除了读书之外，念佛拜佛。我的生活很简单啊，没有欲望啊，没有奢求啊，放弃这个控制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就回归到大自然。今天大家说，这个地球上生态不平衡了，为什么？因为你控制它嘛，所以它就不平衡了嘛。那个树自由自在的长多好啊，一定要把它剪掉。啊，这个就是控制大自然的这个意念很强啊。中国古时候读书人，你看朱夫子四时读书乐。啊，那个诗里都写得很好啊，绿满窗前草不除啊，随它生长啊，看到它都欢喜啊，活活泼泼，何必看到草长起来又把它剪掉呢？啊，外国人剪草，中国人不剪草，啊，这就说明外国人呢，控制人，控制自然环境，这个意识很强，中国这一点比较弱。这个自然，大自然让它自自然然的生长嘛，这个多好啊。何必要去控制它？所以我们能把这个意念舍掉，回归到大自然。回归到大自然，过佛菩萨的生活啊。真正快乐，真正幸福。啊，你必须先要有这个认知，然后你才能欢喜去做。啊，你的清净心一天一天增长，烦恼污染天天减少。这才是真正幸福。然后帮助众生，也能够契入这个境界。无论你是讲经说法，是临终修行，临终修行，修行就是若摇动妙不，讲经说法
妙音四字传啊。这个表法的意趣才落实了。下面第八尊，普放宝光明前他婆王，这一尊名号里面的意趣是智慧高明，光明是智慧，宝光极高明的智慧，不但自己生活在高度智慧之中，而且这个智慧笼罩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得利益。也许有同修会说，我没有感到，我们晓得在法界里面诸佛菩萨的数量说不尽的，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都是普放宝光明，我们身在光明之中而不能够觉察到佛光诸照，这什么道理？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很厚很坚固的障碍，保护自己不让佛光助照啊，那有什么办法呢？啊，这个坚固的裹住我们这一层的东西是什么？见思烦恼。烦恼障啊。再加上一个所知障。两重障碍，无比的坚固啊。所以诸佛的那个磁场啊，慈悲的大爱，我们没法子感觉啊，是我们自己好比是自己把自己装甲了啊，搞得这么坚固，跟外面完全隔阂了。普放宝光明这一句名号，实在讲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放大光明云啊，跟这个意思一样啊，大光明云里面包括什么呢？无所不包，没有一样不大，没有一样不变，变就是变虚空法界。佛在经上跟我们举了十个例子，那个十跟华严经的表法完全相同，十代表无尽的。是不是数字啊？无尽大光明之中举出十个例子而已，
这十个例子里面，第一个大圆满光明面。圆满什么意思？一样都不缺。甚至圆满，全智也圆满。善巧方便。德能才艺，样样圆满啊。现在这个社会人都希望升官发财啊，发财也圆满啊。这个是佛光的加持啊，很可惜你没有看到圆满。就是你自己两种障碍障住了啊。所以这个地藏经上这个大圆满呢，光明云呢，我们可以把它说作受用。现在享受啊。诸佛如来是圆满的享受。一点没有欠缺。那么佛光加持我们，我们也得圆满的享受。如果我们得不到圆满的享受，诸位想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怎么能得圆满？那么为什么说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就得到圆满的享受？他的两种障有没有除掉呢？没除掉。虽然没除掉，他两种障不起作用。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他，使他两种障不起作用。所以他得弥陀光明普照啊，同时又得一切诸佛光明的助照，就这么个道理。下面给我们说了九种，九种合起来就是圆满，一种都不缺。智慧，大智慧光明，我们简称智慧。智慧是什么呢？我们生活所依的。你看看凡夫生活是依烦恼。生活在烦恼之中啊，苦不堪言啊。佛菩萨生活在智慧之中。生活所依的不是烦恼，智慧呀，高等的智慧呀，圆满的智慧呀，上推个圆满，如圆满一下就拐下去了。下面九个都是圆满的。再其次是般若。般若是什么？断惑。断尽一切迷惑所依的。接着后面一个慈悲。慈悲这个时候才能显得起来。你想想看，你自己不圆满，没有智慧，还有迷惑颠倒，没断惑，你的慈悲心怎么能生得出来？这个慈悲是圆满的慈悲，叫大慈大悲呀。这个慈悲的光明云，大光明云里面的慈悲呀，慈悲是圆满的，样样圆满。
不是说大光明里头有一分慈悲、一分般若、一分智慧，不是的呀，通通圆满了。不是哪个一分的，样样都圆满。有慈悲之后，才有吉祥啊！吉祥是毅力所依的。我们今天讲道义，利益，道义跟利益所依的吉祥。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这个言辞来说，是你应当得到的。这个利益是你应当得到的，这是吉祥。不应当得到的，你要得到了，你就有灾难了，那就不吉祥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一饮一啄，我们都要想想，我应不应该得到。如果是不应该的，是别人的，我夺取他的，这个后头有祸害，这个不吉祥啊！无论用什么方法，无论用什么手段，布施人家真正情愿布施供养你的，你要把它取来，在佛法都叫道戒。道戒里面特别是三宝物，道三宝物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佛不能救，破戒佛能救，道三宝无佛不能救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最重的罪呀，道三宝无破胡合僧，决定堕阿鼻地狱。一个正法道场，你把它毁灭掉。那个最极重极重啊，它不是正法道场，那个另当别论啊。这个正法道场就是真正的在佛家教学的场所啊，真正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这么样的一个道场啊，你障碍它，你破坏它。过去我们在此地讲过，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紧，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要知道怎样才吉祥。吉祥是中国人常常用来嘱咐别人的，这个里头意思很深的。我们看到这两个字，自己要有警惕。吉祥之后才有福德，福德助道所依靠的，助道的缘具足了，能不能成就，在功德。功是什么呢？修行的功夫。诸位要记住，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决定不是说到道场里面捐一点钱就是功德，错了。那不是功德。在这个地方做义工也不是功德，福德。那是福德，不是功德。
功德深处念佛修行，刚才讲了，把自己的毛病过失找出来，把它改掉，这是功德。知过是功啊，功夫啊，改过那你就得了。改过是功啊，自己清凉自在，智慧先前，那是德。换一句话说，我们所标榜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都是德。你有没有得到？你不修功，你怎么会得到呢？离开一切虚伪，虚假，那是功啊。真诚心先前，那是德。远离一切染污是功啊。清净心是德。舍弃一切分别妄想，因为你有分别妄想，你的心就不平等了。舍弃一切分别，那是功，平等是德。这个是要真干才行啊！所以功德两个字就代表着真修啊。你不会失掉，永远保持。佛在金刚般若会上告诉我们，这个布施是修福啊，忍辱啊是保持。你不能忍，你就保不住了。所谓是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你保不住，会失掉啊。只有能忍的人，那才是大福德相。能忍的人，他的功德不会失去。不能忍的人呢，功德很容易失掉啊。福德圆满，功德圆满了，这下面就皈依就圆满了。皈依平常我们是讲原则，讲纲领，跟你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不切实际。你要懂得皈依如何落实。慧能大师所说的也是纲领。从意思上讲，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如何落实呢？我这个心里的妄念才起来，我们知道错了，赶紧回头啊！不管是顺境是逆境，顺境生欢喜心，逆境心里不高兴了，你要晓得你迷了，你邪了，染了，赶紧回头。怎么回头法呢？阿弥陀佛，把你那个念头全都压下去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觉正境。
你真皈依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交际应酬当中，念头才起阿弥陀佛，就回归到觉真心，决定没有一个邪念啊，决定没有污染啊，以一句佛号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要知道妄想是迷，分别是邪，执着是染，迷邪染啊，这个功夫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处去做功夫啊，这是功德啊，这不是福德，是功德。功德里面当然包含着福德，福德里面不含功德。有功德的人一定有福，有福德的人不一定有功德。所以你要晓得皈依之后如何落实皈依，你真的皈依了。你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宣誓啊，有名无实啊，那个有罪过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要清楚的十种大光明云，你看九种都是属于自利的成就自己，只有末后一句大赞叹光明云利他了。赞叹是什么？现身说法把佛法介绍给别人讲经说法是赞叹，念阿弥陀佛也是赞叹只有自己真正得利了，他才懂得赞叹，他才欢喜赞叹他把赞叹当作一生的唯一的事业一切时一切处他都懂得如何以善巧方便来赞叹这是世尊在地藏经上跟我们说的这一段话，这一段话那个意思包括全部圆满的华严经你想想看华严经里头哪一段哪一个字能出得了大光明云范围之外，出不了啊！所以那一段是教理，不是教义啊。那一段是通一切法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没有离开这十句，十方三世。一切诸来如来所宣无量无边妙法也出不了这十句所以要是有一个人常常能够观想自己确确实实生活在诸佛如来大光明云之中就是此地普放宝光明之中他生活怎么会不自在，怎么会不快乐呢无量劫来的烦恼习气
都被佛光普照消失掉了。为什么我们不肯接受？地藏经上这一段念了，念了就忘了，再也想不起来了。跟你讲的时候，当时好像明白，出了讲堂忘得干干净净，还是搞迷邪染，还是妄想分别执着，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不能怪佛不慈悲呀，怪我们自己，经地藏经上讲的没错，刚强难化，确实是刚强难化。不肯接受，这个就没法子了。所以这个名号里的含义的确非常非常的深广。第九尊金刚树花床千塔婆王，大乘法里面，凡是看到金刚，都是表般若智慧。唯有般若智慧，能破无明，能转烦恼。诸位要晓得，通常我们都讲了要断烦恼，其实烦恼断不了的。烦恼要断掉，那还得了吗？烦恼的自性就是真如本性。那烦恼要断了，我们自信不就断掉了？没这个道理。转，所以转烦恼为菩提，这是金刚智慧呀，金刚般若啊，能破无明，无明是迷惑，能破明迷惑，能转烦恼。转见思，转尘沙，为无量智慧。所以你的生活是生活在圆满智慧之中啊，不生烦恼啊。这个说法我们能相信吗？谁曾经过过这个生活呢？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你看《坛经》，六祖慧能大师，他见五祖的时候所说的，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可见的，他不生烦恼啊。我们要遇到五祖，见他一定是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啊。这就说明了慧能已经有能力把烦恼转变成智慧，他不生烦恼。无论生活在什么环境里面，他都欢喜啊。真的常生欢喜心啊，他不生烦恼啊。为什么不生烦恼？所有烦恼他都转变成菩提了。你要转烦恼成菩提，你需要金刚般若。而金刚般若里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转四相啊，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啊，
佛教给我们了。凡夫他执着啊，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佛菩萨不执着啊，佛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般若。你果然呢无四相了，见思尘沙烦恼就转了，无明也破了，这是功夫。如何落实呢？我们在生活里面面对一切人事物，心里起烦恼了，什么烦恼呢？喜怒哀乐，动了这个念头了，你马上把《金刚经》的四句念一念：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喜欢个什么？你忧愁个什么？没有，什么都是空，一场空啊。这是修金刚般若的方法了。金刚般若方法里面修的这个纲领啊有好几条啊。这是一个方法。更简单的方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关键的时刻你能够提得起来，你就不迷了。一切有为法，无梦幻泡影，你看破了。经上又告诉我们，三心不可得，万法缘生，凡是缘生之法，皆无自性，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统统用得上，你的心多清净，你多自在，多快乐，你才真正能做到自在随缘。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众生里头有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就是一切人事物都能够随顺，都能够随喜。随喜里面成就真正的功德。这个功德是什么呢？看破放下。看破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放下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随喜成就这个功德了。这是《无量寿经》上讲住真实慧也，这才叫住真实慧。真实慧就是金刚般若，此地讲金刚树化床啊，从金刚般若里面树立菩萨六度万恒，这个意就是这个意思。树是树立，花床就是六度万恒。你看那个名号的意思多美满。幕后一句，要普现庄严千塔罗网。要是欢喜。
喜欢啊，喜欢普现庄严。庄严两个字，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美妙啊！啊，或者是世间人常讲的真善美啊，我们佛法称之为庄严。啊，真善美这三个字，实在讲并不好懂。啊，用美妙比较上好懂一点。普现是平等的现，平等的视线呐。身是现，行是现。啊，我们讲座总标题：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是实现的。为社会广大群众实现做表率，实现做模范。一定要真正做到才行，应当要做的本分的事情，绝不鞠躬，绝不受人家赞叹，就标榜我们做了多少好事，那绝不是学佛的同学。学佛的同学绝对不会有这个念头，为什么呢？如果有这个念头，你的心不清净，你心被污染，你的心不平等，你修的是福报，不是功德了。怎样把福报变成功德？变成称心，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我们才能够脱离三界，超越轮回，才能这一生当中成就圆满的智慧，才能成就大圆满。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我们做全心全力在做，做了之后痕迹都不染，心地清净无为，你说这个多自在多快乐。我们无需要人家赞叹，无需要人家褒奖，帮助别人就帮助自己，没有两样。这个才叫普现庄严。那么这不是举一个例子，对待一切众生都应该是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行为。幕后这句总结，如是等二位上首啊，其数无量，戒于大法，深深信解，欢喜爱众，勤修不倦。这一句是贪得他们的德行。大法是佛法，
如果狭义的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是代表圆满的佛法，就是一切法。这部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性相理事因果，无所不包啊！这是大法了，深深心结，他的心结不是浅的，深的，深信深解，所以才能够欢喜爱众。生活在佛华严当中，生活在大圆满之中，生活在光明遍照之中，自己勤修不倦，特别是证得无上佛果了，还代果行因呢，才是真正的勤修不倦啊！不是说到成佛了、毕业了啊，这一下可以休息了。没有啊，世间人有退休啊，佛门里头没听说退休的。那么这个八部四王中到这个地方啊讲圆满了。下面呢是这个月天词底下呢一共有十二段，是讲欲界天、色界天。他们在大会当中也表法啊，那么表十回向还没有圆满啊，还有两段啊，月天子表第九回向，日天子表第十回向，所以我们这一段呢还有两段在下面，今天就讲到此地啊。